开始了吗？开播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哒哒哒哒，自带音效是吧？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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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进来。Hello， 下午好。说我给大家这里有一个预告片啊，来临了，下个星期一啊，我们会教这个面包机，就是咖喱面包机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雪明。对，由雪明呢会教大家下个星期一啊，11:30记得啊，记得收看我们的这个咖喱面包机。对对，雪明会亲自教大家讲去再把现在教大家讲做这个咖喱面包机啊。OK，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品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切来看一看里面，而不是东西自己切啦。不要不要，我要这样子切。Hello， 下午好，我这个只是预告啊，预告啊。啊，我们先给个 preview 先啊 ，Monday 啊 ，Monday 啊、哦、，Next Monday 啊，下个星期一啊，我们会教这个 coming 这个 Monday 啊，下个星期一啊，我们会教这个面包机啊。哇、wow, ，this is interesting. Yes, must come support 啊，要支持我们呢、啊。OK， 哎，有纸袋在里面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的面包是很松软的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curry 面包机。啊，里面有放那个纸袋的哦，我知道，很像那个是不是怡宝那个金宝？金宝啊。金宝，你要接到上次金宝。Yeah, Monday, Monday. Monday 11:30来。11:30支持啊。对对，一定。因为平时没有什么人来看我，一定要做一点东西，人家来看我。对对对，这么多纸袋的。哇。两层吗？这样它才不会掉吗？哇，这个还是用宝钢机做的。耶。OK， 这面包呢，你就是可以沾来吃啊，这样子来点啊。Yes。So， 来临的星期一11:30，我们就会。明白的、啊、星期几点？11:30啊，早上。哇！11:30啊，要支持啊，准时开播啊。你看这咖喱鸡啊，煮到这么美的咖喱鸡啊！哇！哎，挺得顺。哇！哎，这是面包的嘞，面包盖啊，那个纸袋，我觉得你的面包盖可以做长一点了。这个可以吃了的。可以，可以吃了的。啊、OK， 所、so, 以这个就是来临星期一我们会做的。11:30，请准时来 support 我一下。OK OK， 来，我老板试一下。把那面包切出来了，嗯，来来，很软很软，嗯，哇，很软嘞。啊，你把那个撕，你把那个撕，把那个面包撕出来。啊、哇，很松软嘞，就是很松，就是很松软。你直接沾来吃，嗯、来加汁来吃，不、嗯、是加一块肉下去。不、哦，我就来沾。啊，咖喱汁才是精髓。要吃咖喱水的。哇，蛮对啊。蛮对、啊、，Yes。So， 刚才我们用这个面包来切的这个 offer 呢，也是同时的再 remind 大家一下，我们的这个 promotion 是到这个月尾啊，9月30号。So， 谁有兴趣？因为讲过很多次了，如果谁再不知道的话，就可以写 PM， 或者你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www.bdsinature.com 就可以去购买我们的这个刀组啦。OK， So， 我们呢、啊、星期一还要支持我们呢、啊。哎，好吃哎。啊，这个面包呢，看面包我可以放、啊。啊，面包盖，面包盖，面包盖啊！这个如果在外面买，应该也不便宜啊，在家可以轻松的做这个。啊，不用去外面买，不用刻意驾车去啊，哪里啊？金宝啊，不用去金宝买，自己做啊。你有买过我们的 A 白叶？你不知道我们的 A 白叶可以做？我们是用 A 白叶来做这个面包盖的。我们 A 白叶不只是可以做烧肉，还可以做面包机，而且做到这么大个的面包机，你还可以在那边做。啊，真的好吃啊！不介意啊，不介意吃、啊。哇，好吃，太好吃！我的这个掉了 ，OK。OK， 满地啊，满地啊，支持啊，谢谢你们。不用不用出去晚餐。就是给大家一个预告片啊，好不好？晚餐晚餐。所以神明会教大家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输给不输给金宝的啊！来，这样讲话表弟。我没有说我赢他，我说不输给他。OK， 来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